是游戏。跑男作为当下十分受关注的综艺节目，它里面的嘉宾和各个环节都是很容易引起热议的。在经过了前两期的铺垫之后，大家也慢慢认可接受了现在的阵容。几位新人的表现可圈可点，跑男官微又晒出了一段跑男团去搓澡的视频。除了王彦霖这个地道的东北爷们之外，跑男团其他成员几乎都没有体验过这种热情。节目组也挺真实，刚开始就让郑恺感受了一下，当时现场笑声一片，王彦霖的表情太逗了。随后镜头来到了 baby 这边，在看到郑恺的待遇之后， baby 一时间还没有缓过神来，坐在地上直呼等一下。即使是一瞬间的抓拍， baby 依然是很好看的，两个马尾辫特别有少女感，而且皮肤比精细图还白。不过组合出人意料的坐在了一起， baby 的手上还带着固定器，郑恺正在为其他人振臂欢呼。这一刻是很多粉丝心中最理想的一幕，没理由不追。妈妈妈妈，你有没有被客户打过？你完了，我不玩了。